スミフレです。今日は日本のお箸の使い方について中国人の友達と話題をシェアしたいと思います。これは私が以前ですね、10人ぐらいの中国の友達とお鍋を食べに行ったんですね。でその時に、まあ、こう丸いテーブルを囲んでお鍋を食べたんですけれども、日本ではお鍋を食べるときに、まあ、自分で使うお箸と、あと例えばお肉を取るお箸と多分使い分けると思うんですね。みんなで使うから、みんなで食べるものだから。でなんですけども、こっちでは、直箸で、何でもそういう使い分けをしないので直箸でお肉を取ってお鍋の中に入れたんです。でその後に一人の友達がアドバイスをくれたんです。でそのアドバイスを聞いて私はすごくびっくりしました。えっ、吓了一跳。これ本当にいいのってすごく、戸惑ってびっくりをしました。真的吗？どちらのトピックもとても面白い、中国ならではの日本とはまた全然違う意見が聞けたと思います。どうぞ合わせてご覧ください。这个是说起这个筷子的用法，然后我的那个我和那个中国的朋友大概十个人左右一起吃火锅，那个时候的话，我那个有很大的那个火锅嘛，对，然后我的话是用自己的那个筷子，大家都是自己的筷子，对对对，筷子，然后把那个生的鱼肉的牛肉的，对对对，夹起来，然后放在那个水里，对对对，然后有一个朋友建议我。你宫崎小姐，你要把自己的筷子在水里要洗一下。这个是可以吗？我真的有点不好意思。对，因为有那个，就是说，其实这个是看人，这个就是就吃这一块，中国人总的来说，我们没有这么多讲究，我们其实还真的是挺随意的。但是现在因为毕竟就是说，国外朋友大家来的比较多嘛。所以要放一个公筷怎么样，所以渐渐的由公筷的产生之后就会发生一个问题，就像你刚才的，由你自己的筷子去煎了那个生的牛肉，然后再把它放到锅里面去，就是你这个筷子的话，你最后你自己吃也是用你自己这个筷子，对对对的，对的，所以就是说你这个筷子其实是接触了生的东西了，对，所以你在那个锅里面它让你去洗一洗的话，其实不是洗一洗，是让你的锅那个筷子去烫一烫，就等于是把你那个生的那个东西给烫熟了，那么你再回来拿过来自己吃也没有哦，对对对，所以有一点びっくりした，有一点是吧？的确是，对对对。没关系，没关系，我正好是一个羊。羊？我妈妈来了。没有，就是一个羊那种感觉，就是一下子很痒，然后你就控制不住那感觉。你嗓子有问题吗，贝洛？你妈妈 stop 一下，没有问题，没有。用筷子，中国人，所以我们主要是用筷子，其实调羹有没有都没多大问题，因为我们的汤也是这么拿起来的，因为我们是碗都是拿起来的。日本人的碗是可以，就是说相对来说你可以是放在这儿，或者是就是可以煎起来。不是不是，日本人是一定要那个把碗的话拿起来，然后这样。但是你们不会把这个不可以这个。你们不可以把你们是不是不一定说不可以的？可能我觉得就是，可能我的理解有误。我觉得就是日本人的饭，你们的饭是煎起来吃进嘴的，你们不会把嘴巴去贴到那个碗沿这边去吃的吧？会吗？对吧？但是我们是这样吃的，我们是如果这是一个碗的话，拿起来我们是这样吃的。所以我们的话是锅犬食い，犬食いでない。好有吃相，会觉得。是是是，所以还是会有一点吃。当然现在生活水平大家提高了或者怎么样，就可能你这么吃。但是原来我们的确是真的，但是还是会对。虽然我们两个国家都是用筷子啊，还是会有很多的不一样。对，有意思，所以因为这个是因为那个从其他的国家，欧洲的那个法国的那个美国人的，看到是会用。他们没有看到过，他们会觉得可能你们都是用筷子，应该一样。对对对，其实差好多，对吧？谢老师，谢谢，今天也我学了很多，还是学习汉语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今天的话到此这里，谢谢大家，再见。